够一次都要做 number one， 但是尽力的做最好的你自己，把跟昨天的你来相比，你比昨天的你更好就已经是好了。 OK 啊，跟别人比都会挫折了啊，每天担心，但是跟自己比会更加的进步。 OK， 当我们愿意成为最好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带给环境，带给周围的人一些很多的帮助，也有很多的提醒，也使你的环境、你的关系都会更加的健全起来啊。所以我们下面呢有一首歌要跟你去分享，也是我们自己在这一两年之内，我们这个团体对这个社会的一个提醒，就是怎么样成为一个 be the best you in Taiwan， 我们就可以 transform 那个台湾的状况，在黑暗的地方，我们可以点燃一束光芒，照亮这个社会，也可以在冲突的当中，我们带来和平，在竞争的当中带出爱。OK， 希望我们也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我们就能够带出一个爱的家园出来，让台湾可爱起来。介绍一下，他们叫
所以现在我们要送给每一位可爱的同学一份礼物，就是有一个书签，还有一张回应卡，就需要同学们你们帮我们填下。请问你们有没有带笔来？太好了，现在请班长出列来领这个回应卡跟书签，然后请班长很快的把它发下去。你们的回应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哦，你们的可以将你的建议写在那个回应卡上面，请你们将你们的姓名、地址还有电话可以填清楚，然后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联络。请同学请一起唱一首歌 A Friend for Life， 就是我们的主题曲。好，所以就在我们在唱的同时，就请同学开始帮我们填写一下回应卡，再交给班长。 We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 the teachers in the back, the administration for inviting us here today. 我们很感谢后面所有的老师，还有这次联络这次英语活动的同工。We hope that we can be your friend for life. We hope that after we leave, we can still be your friend, that you'll contact us through an email or come visit our website. 希望能够成为你们一生的朋友，请你们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也希望收到你们的来信，或者很欢迎你们能够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去留言给我们。As you're filling out your forms, we want to sing one last song for you today. And I hope it represents our heart to you that we want to be your friend for life.最后呢，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把这首歌献给你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你们一生的朋友，也希望你们也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朋友。谢谢。谢谢，再次感谢所有承办这一次活动的老师。那么，同学，如果你等一下这个课堂。
后呢，你有一点点时间的话，老师他们，我们英文老师非常乐意在门口那边跟你们握手，跟你们 say hello。那么，请你们就现在就将这个回忆卡传给班长，班长可以收集到前面来。请你们记得，我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是什么 ？Be the best you， 做最好的。